会不会是天团级的演出。好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他们的表演的话，他们在12月19号在至善厅也会有同凑表演，如果各位观众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聆听。白兔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乐团可以一直走到现在，其实都是有一位学长热心帮忙。这位学长呢，在一路音乐这条路上也是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。他在上班，他不但要上班，然后就是利用闲暇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有关音乐的知识。那我们有请他上来帮我们讲几句话。那可以来帮我们演一首《Uncle》曲吗？